对，这个照片当时在珠峰顶上，然后也是今年是第五次登陆嘛，所以给自己留个纪念吧。然后我就把这个手势一伸，第五次，一二三四五，所以就伸做个纪念。是登顶，然后可能其他任务没有那么重。他今年是有各个任务，然后比较艰巨。但以往第一次登顶的时候是属于向导的这种，陪着队员一起登顶，就是以前有其他老师在负责嘛，比较轻松。那今年是我作为突击组的组长，那所有的安全、所有设备的工作都是责任、压力、任务各方面都重。